鸡皮在哪？今天要对上你的老队友，这时候感觉等着被我处理。没有啊，你去 Fun Plus 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机会在比赛相遇，现在有机会了，让你见识一下。没有，我们是好妈姐，我们常半夜五点一起就去吃早餐。我跟他就是从旧宿舍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起去吃早餐，激情约会。他动不动就会问说要不要吃早餐，快点快点，我很饿，真的。半年没见了，我昨天密他微信，跟他说。我要给他一个大拥抱，他会说你滚。想想今天打放 plus 尽力啊，不然呢？今天打放 plus 真的是不好说哎，可能2-0吧。谁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现在紧张啊。电子竞技就是50-50啊，不是他们输就是我们赢，不是他们生就是我们死。教练，我这里刷。医生都知道先贴。圣光赞，圣光技师高，这是关键。今天第一场，我觉得第一场就是关键。我是关键，是啊，不会，我不会来这里。结果我来这里，特别尴尬。你们服务都有看的吗？有看，加油，兄弟们，加油！今天不管怎样，打精彩就好，放轻松的。对，打得精彩就好。另外讲嘛，别要手足吧，要手足吧。我没撞到我们一起的时候，有东西能打的时候，你不用换啊。是首次登场啊，对上 BRU 有什么心情吗？就蛮兴奋的吧。可以上台比赛，很难得的机会，希望可以赢，然后再走到八强。怎样？哦，来新加坡跟队伍会合之后，团练状况就还行嘛。对，然后希望可以拿好成绩。好，什么意思？你要讲什么吗？加油！帮我加油啊！赢下他们应该是我们意料之中，但第二场我们前面滚的雪球滚的应该不够大，还是给太多机会了。做康康不知道，他们以为做康塔那个 AD， 我们那个摇摆很厉害的，赞！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希望这剩下时间可以好好调整。今天是在做营销飞车，真的。第二局输有没有很紧张？我连续三把都大顺风，嗯，好像没有赢得很轻松。我觉得看的人应该比打的人紧张。等等，跟做康摇位感觉怎么样？一直摇啊，摇到我自己头都晕了。康来了。对啊，现在感觉蛮兴奋的，很喜欢那个奉拳的感觉。好，明天再一把就突破魔咒了。啊，2022年 AD 发强 AD， 我靠，我是第二个发强 AD 啊！哇，不会被忘记了吧？第二个发强 AD 会吗？2005年 AD 会被忘，2022会被忘吗？不会啊，发强快点忘。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第二把有点小失误啊。今天打 ONH 必赢啊！多一个啊！希望他们把八强的名额让给我们。因为一直看着荧幕那个家伙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他很少哦，我就一直看。大家都看到。我就比我的眼睛可不可以那个啊？可不可以不眨？眼睛超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今天看起来又怪怪的。我最近都睡不好，很焦虑。焦虑，
焦虑什么？就睡到一半他就醒了，怕我们晋级不了，很焦虑。辛苦啊，有高兴的地方，也有伤心的地方。哦，打拍子，打拍，不是啊，为什么玩成这样？啊，你打，哇，他把弄坏了，太猛了吧！酷奇酷奇，因为听到我在喊，就是酷奇酷奇。哎 ，AV 谁？还是 AV 炸架？还不是你？哎，炸片仔，又是布鲁斯。好饿，好有精神。觉得我搭红船了。酷奇，酷奇，我可以伪炸啊！酷奇，他没有拿到。为什么要打那么精准？对方不是第一个，他知道哎。本来不太会紧张的，有办法逼打。第二场因为我输，套第三场很紧张。八强了，下一个 match 就八强了。八强 AD， 下一个 match 一个八强 AD。哇，2022年 FWAD 是谁？布鲁斯吗？谁？哦，布鲁斯吗？我好像是布鲁斯哎。2022中仔，哎，布鲁斯吗？好像都是布鲁斯。医生要说什么？酷奇，酷奇，酷奇！你有没有听到我喊酷奇酷奇啊？有，很听到。酷奇，酷奇！刚才看比赛的感觉，不是我打很难过，我看的时候在想，就对，我不会后来没上场，然后就要跟着回家了吧？谢谢各位守在电脑前面的观众们，看比赛看得那么晚，然后我们终于进八强了，所以后面比赛要继续看，我们会赢下来的。比心，比心。哇哦！突破超越！我操，你突破了！哇，2022 FWAD 还是中路？2022 AD 哎，布斯 ，AD 布斯 ，AD 还是中路？哎，2022中路，哎，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